那载人航天目前还是按照国家的计划在往前持续的在往前推进，就是按照计划嘛，其实目前是第二步完成了，正在开展第三步，也就是空间站工程的研制，现在研制还都进展还是比较顺利的，预计2022年前后吧能够建成中国的空间站。